Hello，大家早安。今天呢是7月20日早上的10点钟，然后呢，我有11点的 appointment， 什么 appointment 呢？对，就是打针 vaccine。好，那我们打 vaccine 之前呢，一定要吃东西，吃早餐，还有要准备好该准备好的东西。OK， 这边呢有几个给大家建议，就是呢要拿这个 IC 就放在钱包里面咯，然后还有消毒液咯，有酒精的最好，然后还有笔咯，因为不要跟人家接触一样多嘛，接来接去肮脏又有细菌，所以就带自己的笔，还有麦斯加德勒 OK， 电话一定要满电哦，这四样，还有一个就是口罩。口罩呢，这个是布的口罩， make sure 是要干净啦，就是有消毒过还是有洗过。戴这个口罩比不是只是戴这个，就是 I mean， 戴一层三层，就是那个医疗的口罩，再戴这个就是 double mask， 这样子就是最安全的。OK， OK， 真的吗？我今天有一点，你看我头发都还没有干，好，这样我很尊重场合，所以我就穿了这个运动的这个。这个很多人都应该懂啦，这个运动裤，然后还有一个 T 恤。好，那我们现在先下楼吃东西 ，Let's go。OK， 然后我今天吃什么早餐？今天我就泡了一杯米露日的，然后我就吃这个 Hopsing 的饼干。相信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会这样子吃咯，就是会拿这个饼干，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泡，泡了一段时间就拿起来吃。你们有没有这样试过？你们留言告诉我。好，那我先吃咯，拜拜。哟，大家，我吃饱了先。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对，就是换了衣服，因为刚刚哦，我戴那个黑色的衣服的时候哦，我就 try to 就是拿上来很难拿，所以我就换了这件 T 恤啊，没有这样美啊，可是将就一下咯，我就这样子哦，就蛮容易拿上来的，对，所以我就换了这一件衣服咯，对的。然后现在等多一个5分钟，然后我们就要出发了。好，那我们等一下见 ，Let's go。现在到云里长。填完了，我是在 UNIZA 打 vaccine 的，所以这边目前没有什么人啊。我刚刚从那边进来，然后他就 check 住户麦斯加德勒，然后过后就给表格，我就坐在这边填。填完了，现在我就要给那边，应该就是要进去了。好，那我先进去咯。哇，真的是好多人哦！我拿了这个号码，真的是蛮多人的现在。然后我就找一个位置，就随便坐下来了。OK， 我现在拿到号码，我就在那边等，还没有多人，就等号码咯。现在我是290，然后现在是245，哇，还有很久。OK， 然后我现在就是拿了这个号码10290。然后现在的号码是10226666，所以还有20多个人。然后你看我在家吗？这个是单层医疗口罩，然后这个是布的，就是会比较好啦。那我们就等号码填，然后要 register， 然后就是 register 是这边，然后过后我再拍给你们知道啦。因为由于今天是哈季嘛，这两天今天是第一天嘛，所以你看。
空到完空空空空，可是我在网络上平时看到很多人，你看有没有空到完，然后这边就一点点罢了，你看就一点点罢了。啊？student。所以我现在拿到这个，哇哦，很难得才拍到我，然后拿到这个 The Swan 10290啊，我等了很久，然后前面就是打疫苗，打疫苗，打疫苗。刚刚我是第二，不过他挑我挑到去第四哦，你看还有残障人士哦，蹦啊！现在进去啊。这个是真，Kiwi。OK。OK。Sekarang ni status bertukar first dose completed. Dalam masa 3 hari you kena klik dekat sini untuk laporkan gejala. Kalau ada simptom klik ya, kalau tak ada simptom pun you kena lapor, klik tidak lah. Okay. Kalau ada simptom kena jawab soalan simptom apa you ada ya. Okey. Masa berapa hari? 3 hari. 3 hari. Okey. Untuk hari ni kena rehat dulu dalam masa 15 minit. Dekat tempat pemantauan di dewan sebelah ya. Lalu ikut laluan keluar, ada karpet merah masuk pintu dewan sebelah. Borang ni kena bagi dekat kaunter hadapan. Okay. Kemudian boleh duduk dulu sehingga nama dipanggil. Okay. Apabila nama dipanggil, dia orang akan bagi satu kad vaksin. Dekat kad vaksin tu ada tarikh dos kedua. Kalau tarikh dos kedua tu berbeza dengan Mas Jatera, ikut tarikh kad ya. Okey, boleh. Okey. Boleh ke kaunter sebelah, ke dewan sebelah dulu ya. Okey, terima kasih. Okey, 好了，所以我现在就
就要去休息15分钟。这边是走红地毯，走红地毯，红地毯，红地毯，然后就从这边走。波浪，啊？好的，波浪，波浪的吧。宋呀，我回来了，转眼间，因为刚刚。他给我那个卡的时候，那个疫苗卡的时候啊，我就手忙脚乱，所以我就没有拍到。可是不用紧，我还是拿到了疫苗卡。然后现在已经回到店里面了，我先脱第一层口罩先，因为真的太热啊。OK， 然后呢，现在我已经拿到了这个疫苗卡。所以其实哦，如果你是不一样的，你是打 AZ， 你拿到的疫苗卡呢是红色的。就是你看其他 YouTuber 都是拿红色的，如果你是打 Pfizer， 好像也是拿红色的，它是红白啊。然后如果你是打科兴 Sinovac 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卡，就是一个红蓝白样。然后它这边它有写 Corona Vaccine， 对，就是这张咯。然后这边要写第二，然后这边就是要写 Dose 2 Dose 1 Dose 2这样子。然后他刚刚我填这个表格的时候，就有一张他就给我收回来了，收着。然后麦斯加德勒也是有了，所以我现在我的手臂这边呢，其实 Sinovac 呢它是没有什么很大的 side effect 啦。可是 for 我的话，我现在只是手臂这边呢有一点酸酸，有一点酸酸这样，不会讲到很痛很累或者是什么。目前啊，所以我会记录我接下来我得到的什么 side effect 还是没有 side effect。OK， 那我之后我会做一个，就是回到家的时候我冲好凉，我再拍一个专门就是跟你们讲啊，来打疫苗要带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跟你们讲解疫苗的这个东西的这个详情，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见，拜拜。好啦，这个影片先到这边，因为有一点长，所以怕有一些观众看到想睡觉了。So 这个影片先到这边，我之后我会做两部影片，第一部是关于疫苗的这个副作用，就是疫苗在我打了这个疫苗的24个小时啊、36个小时48个小时到72个小时，就3天以内的一些副作用啦。还有第二支影片呢是关于疫苗的一些种类，什么就是关于我们国家有3种疫苗，然后现在陆续有增加更多疫苗，我会做一期就是来跟你们分享，跟你们来解释，大概解释给你们明白科普一下这样子。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先到这边，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哦。